哦，对了，我姓赵，来这儿办案。先生贵姓？免贵，姓沈，沈卫。好名字。 帮我找一下沈威、沈教授。沈威，老赵怎么最近跟他杠上了？这么积极主动惦记一个人，以前可从来没有过。哎，等这个案子结了，我请你吃饭。不，到时候应该是我来请你吃饭。也行啊，那你这威字。 是不是也别有深意啊？确实，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给我取的，有着非凡的意义。喂，你好，沈教授，在哪儿呢？明明那么聪明的人，为什么这次偏偏那么…… 你要不是长生不死，我凭什么随随便便欠你一条命啊？你之前说了，咱俩是朋友，我们一直都是朋友，从来没变过。一直，你这个一直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希望你还记得。 都说地心黑袍使冷酷无情，怎么就对咱们老大网开一面呢？离那个沈威远点，和他在一起只会惹上源源不断的麻烦。我是不是给你们添麻烦了？你要算是麻烦的话，那最好多给我来几刀。 好好的翻翻我这一辈子，门锁不住了。赵云，我立刻回趟地心。哎呦，沈威啊，沈威，你说你这么好，要我怎么舍得放手？ 下去救沈教授吗？我在等。等什么？下了。站住！可是两个你现在是连在一块的，你死了，你觉得我能好吗？你记住。 你是个人，不是把刀。你陪我在那儿坐一会儿吧，我想念这一面。说真话，一见到沈教授就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。谁知道？也许以前真的见过。 找到你了。